好，接下来我们请欣赏蒙爱团契大学生为我们献上的小品，名字叫《短句》。他们的表演将像一股春风，吹到中间，让这些年轻人表达他们的心声。让我们来欣赏，有请大学生上场。 Next up, this is the Yellow Dog Fellowship. Many of them are overseas students studying in America, so please give a warm, warm CCNJ welcome. Thank you. x 乘以 x 分之一，当 x 趋向于零的时候，这个东西是等于值。这个时候 x 趋向于零的时候呢 ，x 是趋向于零的 ，x 分之一趋向无穷大，那就是零乘以无穷大的格式。但是这个东西呢，它不是等于零，大家很显而易见，可以把 x 算掉，这个东西等于一。首先大家有一个概念，就是零乘以无穷大这个格式，它的结果不是零，不一定是零，可以是任何东西，但也可以是。好，现在我们看左边这个例题，这道例题是 x 乘。 以cosine x 趋向于零的时候，这个东西等于值。那说 x 是趋向于零，那是 cosine x， 那这个东西现在是趋向于无穷大，那怎么办呢？这是一个零乘以无穷大格式，这是我们想要得出来的。那我们就要把它转化为我们已经学过的东西，转化成什么呢？零 over 零的这个格式。那我们就把 cosine x 变成了 sin x 分之一，然后这个格式就变成 x over sin x。 那这样的话，我们上下再求导，就变成一 over sin x， 那这样子很显而易见的 x 趋向于零的时候，结果就是一。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，大家回去做一定要好好做题目。
渐渐赐给我你恩典和我有。谢谢你们，谢谢我们可爱的大学生。